可能要比较有爱心一点，要有耐心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！家里就这么一个唢呐，然后他一来住院的时候，可能家里四五个成员全部会带这个小孩来。要把0.1公分细的针头打进0.1公分细小的血管，而不戳破血管，这是一大挑战。这么多层的保护之下，我们压力也会很大。各位回去休息啊！